在海上晕船了吗？你只是想问我这个吗？回去吧。你开门看看我呀！你看看我穿的是什么？我穿的是你送我的那条罗裙呀！你穿女装一定挺漂亮的，但我的房间太乱了。你这么个美人儿，不应该出现在这么乱的地方。你别进来，等我东山再起，我把老宅子买下来，铺满一屋子的黄金，给你做聘礼。夏伯爷，你可记住了？如若反悔，不如轮回，永不超生。你再给我弹一曲吧，好久没听你弹琴了。非金石，天道无常，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既然他都已经这样了，那我们见到的是谁啊？自己看。你不能死！
死，你还要用一屋子黄金做我的聘礼吗？你不要死，你不要死。